绿敦雅苑 Leden Green 黄金地段第十游区，绿敦雅苑七栋十二层私宅，638个单位，共享326764平方英尺，从单卧房至设有私人电梯的四卧房单位不等，面积介于480至1500平方英尺。此外，该项目还有五个花园洋房单位，面积介于2400至2600平方英尺，已售完。从这个项目可步行至花拉路地铁站。小区里绿树环绕，绿化面积超过60%，鲜绿的色泽如同梵高笔下的画卷。宴会厅、森林烧烤台、豪华泳池、游乐泳池、戏水池平台、水疗泳池、运动场馆、网球场、SPA 亭、林荫步道等应有尽有。高性能橱柜采用意大利高标准大理石厨房台面，瑞士的 Wozzeck 厨房电器，德国利伯海尔制造的冰箱。绿敦雅苑 Leden Green 还设计了布鲁式衣柜，衣柜内设置有专属除湿器，防止衣物受潮霉变。公寓建造用料考究，还配有数字门锁、家庭摄像头、智能镜等，用无可挑剔的标准为您打造理想家园。附近有商场和餐饮场，包括荷兰村、五级芝麻加冕购物中心、 Coronation Plaza 和登布西山、 Dempsey Hill 植物园、 Impress Market，有许多知名学府，包括南洋小学、来福士女子小学在1到2公里内、圣玛格列中学、华侨中学、南洋女子中学、国家初级学院等。最近这个项目在国内路演非常热，深圳、上海、北京等地，有兴趣的小伙伴请联系我。